那你前妻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呀？他天天和我吵吵，天天吵吵，每天都跟我俩嘟嘟囔囔的，这个不对了，又那个不对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和他分开了。不过2月份的时候能稍微好一点。为什么？2月份怎么了？因为2月份天数少。天哥，上次那事太感谢你了。是啊，你有啥事你尽管吩咐，我都给你办好了。最近吧，咱们公司资金都压在货上了，你看能不能借我50万，我周转一下。50万？这50万也不是小数目，我这什么？要不你换个事儿吧，天哥。换个事儿。那个薇薇，我挺喜欢你的，你看你做我女朋友好吗？那人家说多少钱？50万是不？啊，这样你等我回去把房子卖了，明天我就给你拿来啊。